挖掘新闻内幕，挖苦新闻人物，我是曾宏仪，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哇哇哇！好嘞啊，我们今天邀请到来宾，第一位是律师马在勤，马律师。大家好。好，那我觉得当邻居你就不要惹到律师。第二个呢是命理专家周应君周老师。大家好。啊，也不要惹到这个命理老师啊，他会做法。好，接下来呢是洪树清医药记者。啊，也不要惹到记者，因为他会写人。那接下来是媒体工作者小诺，大家好。啊，满模一家的笑脸呢，现在做舞啦嘞。金大张。接下来是啊，财经专家卢艳丽。Hello， 可以惹到我吗？不行啊，因为名嘴会在节目上讲。也是。好，今天啊，我们这个主题，我讲实在话哈，我觉得这种主题我会很兴奋，嗯，因为这个是就是六座这恶邻居，那你因为要住下来，你要跟恶邻居斗啊，可是那个斗要有高招，每天在公安公里就很 low， 对不对？一下就被斗输了哈。今天我跟你讲，今天要给他给弄高来高去，主题叫管好你的狗哈，来来来来，什么叫管好你的狗呢？啊，来，不好意思哈，管好你的狗之前啊，我们先看一只手。管好你的手，这一只手，为什么？这只啊，这只手，为什么这只手是一只狼手啊？你去在公车上做了什么事？这个最近哈，因为刚好转换那个工作环境这样，然后我就没有开车，因为台北那个车位太贵了，一个月要8000块，我就都换搭公车上下班这样。然后我那天就上车，我就挑最后一排去坐，这样，那，慢慢的后旁边就都开始坐满了人，那我就戴着口罩，然后戴着粗框眼镜，滑着手机，那也看看手机这样，然后滑一滑滑一滑，车上开始慢慢有人来了，然后几乎都已经满了这样，那这时候突然司机就广播了，坐最后一排戴粗框眼镜戴口罩那个男生，他讲完的时候。我在想说是我吗？因为我就是你啊，我就觉得是我，然后我就看旁边都没有人，然后我才发现我周围全部都是女生，只有我的左斜方有一个男生而已这样。然后他讲的时候，我就看到所有整车人都在看我这样。司机说你的手，然后这时候他讲到你的手关键字的时候，我斜对面那个男的，那感觉就是平常有在练重训，然后今天好不容易逮到机会可以表现一下，他站起来了，你知道吗？然后讲完的时候，我旁边那个女生她也跟我就是稍微就是保持一点距离，左边因为最近下雨嘛，有一个阿伯他拿着雨伞，他感觉也在看着我拿着，然后就整车就感觉就是要抓色狼了这样，然后我就想说他怎么都还不回，我就怎么了吗？我就问司机就大声的回这样，他说你的手可以把你右边那个车窗急迫器哈帮我放好，因为他没有感应好，所以松动了，他请我帮他放好，啊我就很闷啊，所以有人都把我当色狼，然后我就哦我整车人就有点噗嗤笑了出来这样，我就很闷，我就要下车的时候，因为要下车要感应要付钱这样。我就站在司机旁边，我说：“大哥，你刚刚讲话讲那么慢，你会害我被误会，你知道吗？”对，然后他就跟我说：“啊，没有啦，我在想说，急迫器是在你的左边还是在你的右边啊？”我说：“哦，那个不是重点。”我说：“差点被当色狼啊，就被转到 PTT 就……”哦，好个仔，你跟我讲，大概阿妈的，对啊，就是原来你喜欢的是急迫器。网友留言也都很好笑，这样，很好笑，对，都很好笑。OK，谢谢，谢谢。管好你的狗，这一个真的很重要哈，因为这个啊，就像连续剧，就像晚上的八点档一样，那么的精彩，已经演到第六集了，第一回合。第一回合。来，先生，可不可以请你看好你家的狗？好，因为邻居有养狗嘛。对。我小孩看到会怕，哪天啊，我小孩啊被咬伤了，你负责得起吗？啊，这种狗就关起来，绑起来。别怪我没有警告过你哦。下次让我看到一次，我就修理他。修理他们家的狗。我叫捕狗大队来。那这是狗主人。对。好，狗主人看到了以后呢，我对此相当抱歉。
互上一个礼盒，欸，真的有也给礼盒啊，有，哎，欸，那人家有霸气啊，人家就说霸气回应啊，有诚意啊，对啊，欸，水蜜桃礼盒也不便宜啊，好贵哦，水蜜桃。好，我会多管教我的小狗，还有这块地是我的名 字，哪一块地哈，啊？他们家那个四周围啊，他也是套厅的嘛，因为四周围都是他的名字。哎呦，讲，他后来在第六集的时候有特别解释说，其实我如果把它围出来围起来，大家出入也不方便了，啊，所以地阮家的，所以那只狗嘛，你阮家的范围，其实是阮家的土地啊，阮那狗要怎行不行？啊，你行过阮家的土地，你家己要避开我的狗啊。对，你小孩会怕。就不要走这条路，啊，没有围起来是给大家方便。如果你小孩被咬伤，我负责；但如果你修理我的狗，我一定修理你。哦，祝安好。这为什么会引发六集？啊，因为第一期切出来的时候，大家就说哇，真是霸气神回应，那个就很霸气。阮家的地，恁囝甲什么样的？哈，你也敢？修理外告，我的修理你，我觉得我会很刺激。下次让我看到，我一定修理他。那个温在五的起高哎，看到这金匠也就想。可以压起来啊！太多未歹，搁护理盒，我可能啃罐头头，我跟你讲。有勒吗？因为我有养狗的，哎，我狗跟我的小孩一样，你有小孩，我也有我小孩啊，你怎么可以这样讲？你说罐头塔也不便宜的，不便宜哦。用回收的就好。对，回收的。哎，没事。地阮兜的呢，到你阮兜的范围呢，我是无围起来呢。你惊要惊对遐过去，到惊到。但这两又是有两个法律问题。第一个是你说土地是你的，因为我知道很多的土地，像建商盖起来，有一些的公共设施是挂在个人名下。我不晓得有没有那种畸形的建商，他会周围的土地是挂在个人名下。那有些的地主会以为，其实这个空地已经拿去用，变成大公或者是公共可以使用，或者是有些土地已经变成是。公用第一权，大家这个陆地已经大家就是已经变成公用公众使用土地，那个不是不能围的所以他这个逻辑上是我觉得要再确认一下，是不是他可以围？有些土地是不能围的，纵然在你名下是不能围的。那可是地我家的，我没有围起来，不代表你可以过去啊。没有，他如果这个土地当已经变成公社，或者是大家公众使用一段时间了，你是不能够阻止别人通过的。好，所以我那块地就要给公用。那有些土地是，有些土地如果是。这个涉及到公用第一权的话，政府要编预算去征收、啊，对。但现在因为政府钱都不够，但是现在所以到目前狗主人并没有对。我觉得他那个逻辑上面，我觉得法律上在确认那个土地对不对？那个土地是不是能够围，这是一个问题。说明更广大，说明是鬼地产掏钱。对对，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所谓这个案子可能涉及到法律层面，就是修理这两个字哦。其实修理不行呀，修理已经快要接近恐吓的范围了，快要接近，快接近。因为那个你们的想法很可能说，我就修理你的狗，但是对于这样子一个恐吓罪，是对于他人身安全或财产的恶害去通知。那狗是我的财产啊。那我们到目前没有输赢，第一回合没有输赢。哎，你要修理我的狗，就修理你。两个都有恐吓的问题。对，先修理说要修理你的狗，说恐吓你啊，对不对？你如果是怎么样，我就要怎么样。如果是那个修理已经被……那如果是你为了避免这个法律的问题，对，我会把修理这两个字拿掉。你会怎么写？我不会写修理。那你要怎么写？我会写，我会处理你。哦耶！处理用台语，我感觉处理有很多哦，处理有很多种啊。我来处理的，木狗大队也是处理啊。啊，报警我依法处理也是处理啊。修理是不一样，修理有一点点就只是我私下要去，就是坏掉才要修理，对，就是私人行为。你胆敢修理我的狗，我就处理你。学起来，学起来，马哥恐怖！啊，马律师，我是不应该上这个节目，教一些乱七八糟。以后看片就是马律师说处理有很多种方式，我们可能是报警处理。我跟你讲哦，我用处理哈，我处理你啊！如果我官司输了，我就找你。这有恐吓的问题哈，刚刚有恐吓的味道。来，第二题，三立的八点档叫什么？你知道吗？叫什么？叫做这个。剧情巨力万钧，巨力万钧，变化多端。好，来第一集，第二集超展开，没有。好了，圣主入宫了。圣主入宫，让我们继续看下去。来，来，这个徐先生，所以狗主人是徐先生，徐先生对，对不对？你这已经构成恐吓，对，我丈夫认识很多议员，哎呀，第几位议员呐？哎呦，即马说啦，你第是你的是不是？我捌做者议员。好，即马说啦，大家你好了就对了哈。
再来，你不要吃硬不吃软哦。啊，谅你没见过世面。哦、你没见过世面哦。更给你经过一遍，再警告你一次，今天好生好气，麻烦你绑好、关好你的野狗。我小孩都不敢上学，每天吓着哭。我们刚搬来没多久，请给小孩好的升学环境。我在看到你的野狗在外面乱跑乱叫，请别怪我把它关起来。你再不改善，我就叫捕狗大队，看你怎么办。大家都文明，文明人，嗯啊，请注意你的态度哦。哦，你叫人家注意你的态度，你自己人自己态度怎么样？哎、嗯，什么意思？公家家有什么要注意的？其实双方，我刚刚讲第一集两边用修理这两个字就有恐吓的问题，对，所以记住我要改成处理、哦、处理、哦、所以你在这个地方讲说恐吓，我觉得当然他的法律上有一点点素养是对的，嗯，但是这个案件就但是这一篇看不出来任何的法律上问题，嗯、这个哎文明的问题等等，但是有两个问题可能大家要注意了，嗯，野狗，对，我想看看他的长相，第二个、嗯、小孩。多小的小孩？对啊，每天大家可以想象出他们在描述那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幻想出到底。等一下你会看到。对，等一下你会看到。就说那另外一个那等到下一集我们再揭晓。对对对，第二集哈、嗯，这个狗主人也回应了啊、哦。狗主人说：“伟大的母亲安好，伟大的母亲安好。首先，不要再贴东西到我家。嗯、我的狗叫做咖啡啊、哦，有名字的，有名字的，不叫野狗。”不是野狗、哦、散步的时候我人都在旁边，也许他看到人会叫、哦、但我会改善，尽量半夜去遛他，到目前不错吧、嗯、不错啊，态度诚恳，对，不清楚您丈夫认识谁、哦欸、这个就有点挑衅了，挑衅啊，议员没议员啊，不叫出来看看你吗，议员那么多，对，但呢他车子停的地也是我的名字，哎呀啊、哦，炫富了。对，你可以到相关单位去查询。希望呢，你小孩升学顺利，哦，未来成为一个有礼貌的人。好、哦，但是呢，如果你动了我的狗，关了它，或许就没有未来喽。啊、哦，欢迎与我联系，看看狗。哦，哎。他还留他的手机号码呢，是祝安好、嗯哦、只有一个字，未来，未来、嗯、没有未来这个字有问题，你、嗯、小孩将来没有未来，嗯，这个可能就涉及到恐吓的问题，嗯，啊，我能来来讲，我不教了，哎、欸，你嘛好，咱怎样讲？我想要学啦，对不？我都处理代志，代志根本造成到法律问题啊。啊！你领那么多车马费，你的责任是什么？教育大家。好了，先休息，进广告，回又困这里。他不能用没有未来，哦，没有未来表示说我会对他不利，就好像我让你看不到明。来来来来，我觉得这狗主人啊，嗯、国学素养不错，不错、嗯、因为一看到对方啊在指控他的时候，一号弄个改错字，构成的构写错了、嗯，甚至于标点符号错了，他都把它讲点出来。真的，哎、而且他你知道吗？他第一个伟大的母亲也点出这个母这个投诉者他焦虑的心态，为什么？嗯，这个母亲有多伟大，为着孩子美好的将来升学，已经搬出两届啊！嗯，我真的不希望是因为你的狗。他这里有讲到他搬，有啊，你看，你看，他前面有讲到他搬家两次了、啊。对对对对，哦，我们刚搬来没多久。嗯。哦，有，是不是？孟母三迁呐、啊。丢。哎，艳丽，你这两个人对话，你看到了什么？其实我会觉得我蛮同意素清讲的。嗯，听起来妈妈很紧张，很焦虑，因为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看到小孩到底是被咬还是被惊吓到皮皮抓、嗯、都没有，他只是说你的狗一直叫，然后呢我很担心我的小孩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嗯、可是其实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没有看到具体的，他的小孩子被咬或怎样都没有，他说不要让你的野狗
啊，关好你的野狗。所以我们讲要狗的狗是野的，是 OK 的。OK 的 OK， 那是那个是主观上的评价，并没有人格上的毁损。那我们说你的小孩像野野小孩 OK 的，还 OK。还 OK， 那是指教养问题，是侮辱啊，没有说你野小孩 OK 的。你如果说你的小孩是小偷，那不一样。嗯，啊，那是具体的有人格上的损害。嗯，野小孩，我觉得说，就像你长得丑，对，这个很主观。哎，主观上面要认定是是毁谤，这个不太容易。那我们如果要骂别人的太太，说你这个那个这个野女人 OK 的吗？如果有具体的事情就不一样了。譬如说，再影射到另外的事，譬如说，他有跟别人在一起。嗯。啊，然后附加你这个野女人，那就不一样。你转述的事实是有明确的。哦，那如果我主张说小孩子是野小孩，也许有一些，比如说没有洗手啦，全身脏脏的啦。嗯，那你说这个是诽谤吗？我觉得这个还要 match 到他这个，他讲野这个具体的内容。到时候你告他野，他一定会说，请问一下，你觉得小孩野是哪个地方野？你有没有具体的证据？嗯，如果他讲出来是一个可观可评价的部分，那个是没有问题的。Okay. 但是如果说野女人，哇，我的偷看一下。哎，我一点啊！野女人不是除了啊，不是，如果是问野这个字，你的当初写当初是目的是要表达什么？那就不一样了，那就涉及到师德的问题。OK OK， 哎，刚刚马律师讲到一个很好，就他卖港工，我要给你修理，处理，我要给你处理，国语处理，而且你写处理处理哈，哎呀，给括号国语。有什么？因为刚等于处理的，处理怎么样？哇，这个有分国语单语的问题啊！所以你给给你聊下来的时候，我会好好处理，括号国语。哎、欸，我把宽过，我都会讲，哎、欸，处理姐，处理姐，啊，你 OK 吗 ？OK 啦，这个没有问题啊。处理姐 OK 吗？台语跟国语没有不一样嘛？是不是？胡淑金，你不懂，不要装懂啦。这样子比较安全呐、啊。OK， 但是哎、欸，这个再拜托马律师了。如果你动了我的狗，关了它。或许你的小孩就没有未来了。对，这个未来这两个字的确，我知道，这我觉得我没读过法律的人，我就知道这有问题。那边他讲的无，就避掉那句话就好了。那如果我写点点点呢？点点应该还好。对，就更中立嘛。点点还是，如果你动了我的狗，关了它，好，祝福你未来，希望能顺遂。OK。这又更中立了，对不对？这是软性的回应，希望你的人生是顺遂的。我也喜欢考下来了，很考呀。还有一些话，我故意讲正面讲反话，但是你不是说法官，你看他这个讲正面就是要我怎么样，那是你自己想的哦。嗯，我的字面上面并没有这个出现哦。OK， 你看怎样嘞？让这个狗主人多么的有诚意啊！你要把狗的照片都贴出来了。咖啡，原来长这样。咖啡原来长这样哈，而且旁边还放奶精哦，你看哦。OK， 来，第三回合，我是某某号的邻居，所以有好这次现身了。哎，唔惊洪灾，唔惊吼，狗主人讲阮住对啊嘛，对不？哦，大概愈来愈跋跋明的啦，因为这是简讯的啦。好，哦，简讯，对，一捞电话嘛。啊，对，狗主人捞电话啊。啊，本来是在你们家门口贴的哈。哎，毕竟庄好，这上嘛讲啊。我比较热衷于我们用大人的方式去解决。孩子转学也两次了，并不想就耽搁他的升学发展。我们夫妻俩呢？因为工作无法保护他上下课，保护他上下课，他是三岁哦，叫你养丢。但你的狗确实造成孩子心理上的阴影。我太太的言辞上呢，哦，所以本来是他太太，伟大的母亲，先生出面了，就把老公出面了哈。我们应该呢，对我太太的言辞上造成你的不悦，我能理解。但我们应该考量的是孩子的升学发展。你是明理人，应该听得懂我所谓的大人的方式。如果可以把狗安置在别的地方，看需要多少钱或礼数，只要合理都可以跟我讨论。我不希望未来有什么遗憾或难看的场面发生，请妥善处理。水啦，咱卖造成遗憾哦。对啊，有一歹看的场面哦。哎呀，哦，这样讲有没有没有通篇都没问题，整天都没有问题，没有造成遗憾也 OK 吗 ？OK OK， 遗憾有很多，譬如说我去诉讼，造成我们彼此间的不悦，或者是有更进一步的冲突发生，会遗憾哦。那并没有指明是哪一个。但你说大人的处理方式，其实大人处理方式很多。听他这样讲，感觉是说用钱该管嘛，我用钱该你该管嘛，社会处就是钱嘛，对。我感觉这里有谈话论，
这片还 OK， 这片 OK 哦。OK, 来来来，狗主人这个又回应了哈，庄先生您好，我讲啊，人家拢有礼貌啦。嗯，你看，人叫伊庄先生，对吧？有加先生，过来个您，对吧？嗯，过来好哈。首先很高兴您内人没有再贴东西，这个那我也要帮你。你帮他写，没有人家您内人了，要改一下错字。应该是这个在嘛，对不对？对不对？对对嘛哈。对。拍谁？我那变成家不追尊。首先很高兴您内人没有再贴东西到我家，但我不太清楚您这讯息的重点是什么。如果你要搬家，我可以尽点礼数，为您负担搬家公司的费用。最近天气不好，可以等放晴了再妥善处理。哎，接力共享，好，接力共享，接力安置我的狗，你们自己搬吧。对啊，对啊，对，要我看来，我觉得。他也知道他不会搬，所以故意这样写啦。嗯，对啊，嗯，那我扣零分啊。但是这个也是叫嚣嘛、啊。你叫我把狗处理掉，你要付我钱。那我叫你搬家，我付你钱。大家谁有钱？我感觉嘛，到目前啊，我较欣赏这狗主人，都霸气。第一霸气，我感觉人有诚意。你注意看，伊讲你狗吼搬厝，哎，我得钱。你偌济吼，有一个勒索，只要合理，嗯、都可以跟我讨论。他没有说我要出哦、喔，都可以跟我讨论，无公事哦、喔。你看麦阿郎这个狗主人，忠蠢嘞。如果你要搬家，你我可以尽点礼数，为您负担搬家公司的费用。哎、欸，人是要装出来呢、嗯，你知影人人咧搬出去较侪钱呢，对不对？要不可以较忝，搬出较忝。啊，搬出较忝。这个过招如何？OK 啊，我觉得、狗主人当然讲到重点，他一开始就是讲，其实上一篇就是说我花钱，你把狗处理掉。对哦。那倒过来，狗主人说我花钱，我要把你处理掉。对哦。意思是这样。碎啦，碎啦，两边拢算有素质对不？对哦。好，来来来来，第四回合，他是到脸书上去揭发这个事情，就爆料公司哦，爆料公司第四回合已经贴到脸书了。对对对，爆料公司。报社。针对我的邻居，我一直都是有着不错的脾气，毕竟不想浪费太多时间在无聊的事情上。今天出门看到有一罐 BB 蛋放在我家门口，我不用去看监视器，就大概知道到底是谁了。只能说倒霉，很倒霉哦。我说的倒霉是指我的邻居。因为我的脾气火起来，真的连神都拦不住。这一篇是谁贴的？狗主人，狗主人。因为那个啥，那个周老师，因为有人去引导门家靠下一罐清剂啊，下一罐清剂，但是伊嘛唔知影啥，但是伊判断出来，伊知影，不用看，就干那伊尔，伊判断知影啥嘛。嗯，好、哦，那这个前提是 BB 弹如果有摄影机最棒嘛、如果没有摄影机，记得去采指纹啊、才知道是谁放的啊搞不好人家放的时候其实有戴手套，有戴手套，对啊，所以你第一个你就很难证明谁放的、啊、第二，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 BB 弹放个 BB 弹在你家是不是恐吓？是不是恐吓？就是说如果你我们一般放子弹是100%恐吓，一颗子弹这样，那你放 BB 弹是不是觉得说如果你不怎么样，我就会对你用 BB 弹去？处理你的狗啊，打你的狗，那这个是不是危害？我认为已经快接近有这个嫌疑的范围了。有嫌疑的范围，有嫌疑。你不能说我拿 BB 弹，我拿 BB 弹打你，不是恐吓啊？哎，我还是身体会受到伤害啊。我觉得，但是这个部分会产生，你说玩具，你看，我会说这是合法市售的玩具，不会有恐吓的问题。可是会痛啊，用 BB 弹打狗，狗直接放在狗，既然不会痛，你干嘛放 BB 弹在我家？对啊，所以他会说我没有恐吓你啊。不然你想干嘛？对，你想干嘛？你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啊？送你一个 BB 弹吗？这个是上帝给的庆祝艺术啊！没有 BB 弹，如果 BB 弹是合法贩售的东西，我们很难说你这个东西是。原来你也有吞吞吐吐的时候。没有，这个已经快接近这个主观判断，连法官对这案件，可能十个法官都可能五五波啊，因为他看到他要发牢到后面的你的原因上，譬如说 BB 弹后面还有好几版，哦，我敢一个哦 ，BB 弹坑你一样哦，你哪不会的，或者啥，既然真的给你怎么样，或者是。拿 BB 枪打你或怎么样？因为 BB 弹也可以改装啊。好，其实哦，一共哦，我大概知道是谁放的了。
只能说很倒霉，但倒霉的不是我，是指邻居啦。嗯，那个邻居哈，因为我的脾气火起来，真的连神都拦不住。哎，这个也是有很强硬的口气。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没有啊。神都拦不住，很没有。是我脾气很坏啊。没有很具体，很抽象。哎，你越具体，越容易掉入恐吓的范围。哎，越抽象。我越能够解释，就是能够转弯了。哦，子弹就很能够转弯了。你如果越具体，你很难转弯。对，连神都拦不住啊！但是对方听懂，让你去想，就是因为抽象，让你去想。高啊！来，我们先休息，进广告。好，这个其实啊，后来狗主人有去调监视器，嗯，是看到就是那个妈妈去放 BB 弹、啊，来第五回合喽，伟大的母亲安好，哦，这边很狗主人好可爱哦，今天出门啊，发现有一罐 BB 弹在我家门口，我怎么样？该改善的我都改善了，我该改善的都改善了。不想登门拜访我，是顾及您啊，对不起，不想登门拜访，就是顾及您。顾金空金啦，镶金镶金儿子的身心。你们见空金啦，空金啦，空金啦，太好笑。但是呢，今天呢、啊，这个行为。我似乎无法再给您太多文明，好吧？啊，这些黑青、黑切、黑 BB 弹，因为你可以调监视器，看电视。是，那换我恐吓您，没错，是恐吓。好，啊，换句话说，你认为他，你放我 BB 弹是恐吓，就是、啊，今晚我要被给你恐吓了哦。啊，您你别让他恐吓呢，您假设动到我的狗，我一定让你们在台中待不下去。哇，严重哎，待不下去。是，相信我说的，啊，我父母不在了，要相信无后顾之忧的人所说的话。我不是会报警提告的人，大家讲一次，相信我说的话，我父母不在了，啊，要相信无后顾之忧的人所说的话。我不是会报警提告的人，请相信网络的可怕。推荐您三本书，好，若钱不够，我可以帮你订。第一本，毕竟我知道您家地址不是吗？嗯，好，一帮他订书哈。三本书，一第一本《战胜紧张焦虑的小小战士》，所以一共拎起紧张焦虑的小小战士，对了。第二，觉醒父母。找回你和孩子的对话，一直用你了解一下儿子到底发生什么？对对对，你去含你囝好啊，讲一下对啦。啊，你们这觉不觉醒的父母，第三本书叫做《别和狗争老大》。好，祝福您，也祝福您儿子尿尿时。穿得到生殖器，真正到生安尼呢？真正咖啡啊！真正你是恁惊啥？你甲我讲一下啦！你如果侧面照，搁看一下。嗯，我告你，是不是？是不是？真高追啊！以前阿公伊恐金的囝，国中了，看到这只狗，你会怕的，焦虑、忧郁，然后不敢去上学。对，他升学了嘛，国中了嘛。对啊。啊，就得告安尼，惊告安尼。所以他才会觉得说，他是不是男人啊？可是他讲的都很迂回哦，啊、哦，这个好厉害哦！真的有这三本书吗？我不知道，查过来没有 ？Google 一下啊，没有。别和狗争好大吗？对，说明真的有我没有啦，我跟你保证没有啦。我猜他只是用这样子在隐喻跟暗示啊。马律师，伊讲吼，你给他恐吓，啊，我嘛被给你恐吓，哦，没错，是恐吓哦。假设你动到我的狗，我一定让你在台中待不下去。啊，你有换。原则上这个案子，我觉得这篇通链已经越来越具体了。哎，你看这有三段，第一段是我再让你台中待不下去，这个我觉得还算抽象。
好，因为你让他待不下去的理由有很多。对不起，对不起，我这个认错有这本书，有本对不对？因为我印象中有这本书。北跟狗争老大有不这本书啊？其他两本，其他两本。原则上是他一开始讲说，我恐吓你。那当然，我要看具体的内容。嗯，再让你在台中待不下去，一定是我觉得比较抽象。嗯，但他后面又讲，开始讲了，我无父无母，甚至我不会，我不会有任何后顾之忧，感觉是我要跟你同归于尽。对，或者是我会做出更激烈的手段，对你的生命、身体，嗯，就是危害。所以这一连串下面的，还有我知道你家的住址，嗯。这里就很奇怪、我知道你家的住址是他，他要寄书给他而已、啊。对啊，这个说法不一样。我如果把那个知道你家住址前面一连串的话加后面，那想法就不一样了、啊。哎，很多公务员因为某些人得罪黑道就寄一封信啊，这是你女儿的照片啊，嗯，对不对？我知道你家的住址啊，对，这是不是恐吓？他读什么学校？对，当然就是恐吓。所以他在前面加了一段。台中待不下去，然后呢，我没有父母亲，然后无后顾之忧，你的地址我也知道、这三个越来越具体了，我觉得已经快要接近恐吓的范围了。你没讲一段话，我就要自己道歉一次。又有一本书啊，战胜紧张焦虑的小小战士。战胜紧张焦虑的小小战士，有这本书，你们查了吗？再另外一本吗？弄我啦！我觉得这个。狗主人好有才情哦！他在写这些书之前，在回信之前，他都有去思考，对，就有去思考说我要怎么样去对付这个，而且用书来，而且用书来修理对方。对，可见他都有看过这些书，知道说这些书可以解决这对夫妻的焦虑，甚至是亲子关系的问题。是他这个，他这几篇书，恐吓兼教育。有教育的意义在里面。你怎么教小孩？我跟你说，你小孩子就是因为大量模糊，对，你们太。宠溺他，所以让他没有生殖器。哦，他用这个倒过来去亏他。那我祝福你儿子尿尿的时候换得到生殖器，这有法律问题吗？这个没有啊，祝福这个没有，这个没有。生殖器是指说翻得到啊。他会解释说，我是就像我们大家来宾都讲的，就是没有胆子嘛。哎呀，不是因为我让他没胆子，我说我他并不是说，但是我说你这个胆小鬼这样就有没有问题，也没有胆小鬼是抽象的哦，胆小鬼是抽象的，主观的，主观上面的，真的啊。你怕蛇，我不怕蛇，谁是？那你怕别的啊？你怎么都不敢讲话，胆小鬼。OK 哦，我今天出去弄那个戴黑框的，你的手，我的手。来，第六回合，许先生，你那纸条呢，已经造成恐吓跟公然侮辱。我讲起来，庄先生，你一定要看这集，对吧？他们两个都要看这一集，都要看，就发现他们两个都是恐吓的被告，所以他们就会言归于好。彼此有毁灭性的武器，他就不会再互相搞了啊！真的啊、恐怖平衡，好、大家都是邻居，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今天四处善意，愿意跟你进行一个调解，你给我一个登报的道歉，并且处理好狗的安置问题，还还给我们庄家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我一切不追究，否则我直接提告。并且请熟识的议员相待，台湾是公投议员哦，然后一届嘛，行乡民代表嘛，然后有哦，对吧？我直接提告，并且请熟识的议员相待处理。哎呦，处理哇，处理出来了，不错，他有问到像我这样的律师。处理哦，哦，台湾是公修理，就帮公处理哦。你年纪轻，千万不要把此当儿戏。好，来来来来，这狗主人怎么回呢？亲爱的邻居安好，是我字写的太丑，还是你三立看太多了？这个有毁谤三立的问题，三立可以。毁，阿亮是毁谤三立，阿亮表示三立的戏，哎，那袂歹咩？没有，我跟你讲，马律师这其心可以，他只想代表三立这种大财阀，所以现在赶快说，哎，三立可以告哦，这是渣。我干嘛一家狗会对这家？应该过一些面试。其实我们收视率比较好，这样子对不对？对吧？哎、欸，你是看我们面试，你不敢下去，看不进，对吧？哈，我无畏惧任何事情，如同您爱护你儿子一样，我的狗也是我的小孩。或许你会想说，狗跟人怎么比？没错，当然不能比。我的狗又不像你小孩，都国中了，还要父母扶着生殖器。这会不会有一点点 low 了？不会，律师还好，没有。哦，又被告一条了吗？欢迎，好有胆哦，有胆。有空上网看看新闻，
若没有网路，可以到我家空地连我的 WiFi 好，密码是我的电话。也就是症重大。他可能想说他都没有上网在看，因为他前面都已经传到网路上，网友热议，他想说那个对方没有看到这些新闻，因为网路上已经造成讨论了、啊。是是是，好，这个很体贴呢，他有一个贴心的小提醒。今天您车子再停到我的地，我就会开始为您明天上班的便捷感到忧心。太离谱了，这句话就很神了。他们有时候把它毁灭掉，对、啊、他可能说我去报警，或者说我把它拖走，或者我警察拖掉，对，我会感到忧心。那、啊、他没有说我一定让他破坏啊，对 对, 对，没有什么里面撒盐啊，或者是排气管车子发生什么状况，我不负责哦，这样不行。没有，他只是说便捷感到忧心。我报警叫人家拖掉你啊，对啊，因为这是我的地啊，你怎么可以停在我的地上？那明天你可能上不了班了、啊，哎、啊，也是因为说啊，车子到哪里去，然后我就叫警察拖走了，对，或者是我拖去保管啊，嗯。哎呦，所以这句也很中立，对，这点算中立。所以这句学起来，他的想象空间比较多。嗯，这句学起来，为你明天上班的便捷感到忧虑。恭喜来了，马律师说你们动气哈、哦嗯，我干嘛恭吼？我拜托你第七集还出来。我们先休息，进广告来。前我干嘛讲吼？狗主人稍微占上风，好，因为这个庄先生有讲到讲要叫议员跟相代处理，他起码无来，可能虚张声势吧？啊，可能虚张声势。无嘛，我看你目眶偌大，对不？第二，一个提迄啥 BB 弹，系啊，哦，我觉得 BB 弹有一点太 low 了。不然你是至少狗主人所谓的所有承诺的东西都是他可以决定的、嗯、土地是我的，钱我全出，对哦，我不会去拉一些什么香袋香袋、啊、拉一些虚的东西来跟你讲话，所以我觉得他guts比较好。OK OK， 网路上啊是其实很可爱、啊、网路上也是热议的、嗯、就像是田主人在最近的田里面种花生，你小孩对花生过敏，还跑到他田里去玩。这比喻蛮传神的。先生，可不可以请你管好你的花生？我的小孩吃到会过敏，哪天我的小孩吃到了，你负责得起吗？这种花生就拔起来放或卖吧，别怪我没警告你，下次让我看到一次，我就吃掉他，叫农会把它拔起来。可以这么方便，我对此相当抱歉，附上一个礼盒，我会认真的教我的花生，还有最快地是我的名字，你的小孩不能吃，那就不要乱拔起来吃啊，没围起来是给大家方便，如果你的小孩过敏了我负责，如果你乱拔我的花生我一定修理你。啊，这是网友、哦、再看一个网友的意见、哦、嘿，只有我觉得养狗真的应该要绑起来吗？狗不绑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不要再说狗很乖，那些杀人放火有精神病的家长也觉得他们很乖啊，他们的小孩很乖啊，啊，这样有道理吗？所以小孩要绑哦。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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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反正也没什么车，我就把绳子就放掉，让他在那里玩。嗯，谁知道旁边刚好有人在放鞭炮，狗一听到之后，他吓到一丢车，跟他一遭遇马路上去啊，有一台摩托车骑过去，差点跌倒。所以不可控的状况还蛮多的啦。我感觉他主要是因为那被升血，因为他一直讲升血，可能有真的有叫狗会叫，影响到他读书，甚至没有经过在上面也听到声音，让妈没办法念书，或者是觉得小孩子成绩不好，就是听到下面的狗。嗯，很多家长会。其实的原因归咎到、哦、来来来，养狗据说你也有困扰，跟邻居也有起冲突、哦。有，因为我原本租的那个套房是规定不能养狗的，
那可是因为原本因为是父亲离开，然后我就是有养狗陪妈妈，可是因为妈妈就是不习惯，后来狗最后还是送回来台北，那我就想要先照顾，因为家里刚好也在整修这样。对，那我有先知会房东，我说不好意思，可能这一两个月狗会在我租屋处，因为家里在整修这样。对，那房东也说 OK。那有一天房东就开始跟我说，哎，那个可能有人投诉，那可不可以麻烦你把狗狗放。带回台中这样，我说怎么可能？因为我在那里住的时候，遇到其他几件室友，他们看到我牵狗要去遛的时候说，说啊好可爱哦，可以借我摸一下吗？好可爱哦。然后哎，我们可以开一个 LINE 的群组吗？我们当个互助会这样，狗狗好可爱，可不可以传照片给我？这是你的跟邻居的对，因为我的狗狗叫张百万，他们说哈哈好好笑的名字这样，我说他的行为更好笑了哈。嗯，他们就说他是全世界最可爱的柴犬，我说我也这么觉得，又乖。OK 好。所以呢，就房客，你的邻居房客们都喜欢你的狗，喜欢我的狗，因为看到也有玩嘛，对对 对。所以房东说你的狗造成有房客去投诉是错，是你不相信的。哎，我不相信，我真的不相信。好，那你为什么会写这个？然后后来我去逼问房东，我说不可能，他们都喜欢，房东才跟我觉得说啊，你对他们那么好，他们其实是在骗你。房东就直接给我看对话记录，他们检举我狗的事情，我看到那个 LINE 原本是一模一样的人跟。在刚刚上一个群组完全是不同的回事、我就惊醒了，我直接退群组，我也不想跟他们讲任何的话。然后他们就说，因为我们那一层有四间，你几个人就是要算几个人的水费，要平均下去做分摊这样。就他们就跟房东说，好啊，那他狗要一起住没关系啊，他狗他也要算一个人水费电费一起摊啊。哦，我就好，我就好，没关系，我就说，我就写，我就说我养狗哦，水费要分摊，我 OK 哦。我家的狗一个礼拜洗一次澡，你也是吗？啊，原来你也是狗。好，如果是你下个月水费我就摊。我的狗那个水费你是用得了多少？你一个人要去跟狗比，狗、就是、应该人是天天洗澡嘛，对，对不对？而且要冲马桶嘛，冲马桶。对啊，狗狗我就一个礼拜洗一次，对，最多嘛，这样也要摊一份。你要摊，那就可能就故意嘛。哦、啊，我就写，他们都不回我啦、哦、然后后来他们也跟房东说，就是洗衣机里面有狗毛，他们怀疑我吧。那个狗狗的东西用洗衣机洗，我不可能，因为那个不卫生。然后他还不知道去哪里弄来的狗毛，还拍给房东看，房东都还有给我看照片。我说我真的没有用那个洗衣机洗我狗狗的东西这样啦，所以我就说好，因为他们也很喜欢洗衣服，我就说狗用品我没用洗衣机洗。你投诉洗衣机很多毛，我说我也赞同很多毛啊，但是我分不出哪些是狗毛，哪些是你的毛，你摸一下。你摸下贼对吧？你哎、欸，你鸟猫，你孤猫，我就没有看到按对有毛啊，是狗跟你的毛，我分不清嘛，对不对？我要讲，我大家都可以来讲啊。哦，对，然后还有他们，欸、你写你的毛的你是女生的女哎、啊，都女生啊，那一层都女生。哦，杂货阿姨都不爱回我啊，对 啊，但我要让他们知道我的立场啊。他就说什么狗叫很吵啊，因为我的狗狗它是很乖，除非真的有人来弄我的门或者是在我门口走动，它才会叫，不然平时它晚上它几乎。不叫的，但是他们就说他晚上一直在叫，那我就心里在想说，你跟你男朋友晚上在叫，我也都没有讲什么，隔音那么差，我都没有讲什么了。嗯，对，他又贴了，他又贴了，我就说，哎、欸，投诉我家，哎、欸，投诉我狗叫很吵，你确定你没叫的比我的狗大声啊？哦我的狗偶尔叫，你是每天叫，当然哎，对吧？啊，我告啊，偶尔叫一下而已，这样。所以他体力蛮好，可以每天叫。哎、欸，他男朋友体力还不错啊，就是每天晚上就是大声哎，小声哎，不空你嘛在。对啊，就是你就会觉得啊，你打刚哎，我拢无讲啥，对吧？啊，你咧讲我告啊，打刚咧叫，对吧？啊，所以后来我让他们知道我立场，他们就是渐渐的就哦好，也知道他们双面人被戳破，就没有再去多讲。哎、欸，马律师这样子没有涉及法律了哈 ，OK 哈，这个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具体，但这个都是讽刺，讽刺基本上没有所谓的诽谤的问题，然后嘲讽没有关系，嘲讽没有，嘲讽没有，哎，好，这个其他来宾呢也都有同差不多一样的困扰，等一下继续谈哈，来先休息一下。哦，你把脚放哦，就是要表明自己的立场，然后得后败的。好，来，
那周老师这边也有例子。对，这是我一个朋友啦，哈，他们家是住二楼，啊，那个是整个是那个大楼，当然那个二楼它是属于可以商业登记的，楼下也是都商业登记，那楼下是开了一间牛肉面啦，哈，那他是在楼上，因为他刚搬，所以你朋友的办公室是在二楼，二楼对，牛肉面店开一楼，一楼，啊，他刚搬去的时候，因为那家牛肉面店有发生火灾，所以火灾他刚好休息了两三个月，好，没有就是在里面整修嘛。后来他搬过去以后啊，当然招牌什么都弄好了 ，OK， 那开始没多久，差不多住了将近半年，嗯，往那个楼下上来敲门啊，他说：“哎，你的扛棒爱跳。”我朋友讲奇怪，我为什么扛棒爱跳？他说你的招牌我已经请老师看了，你的招牌影响到我楼下，因为你招牌在中间，所以你影响到楼下，所以楼下的我的生意哈，哦，一落千丈，差非常多啦。所以因为你的招牌不行，那我那个朋友就说，哦，那你请的是哪一位老师？我们有一个老师，我是我的朋友，他说我们的老师常常上电视，他更厉害，你跟他 PK 一下。嗯，他说那我就请我们的老师，那你请你的老师来，我们来看看到底是哪一个老师对，因为我们老师说这个是没有问题，我们那个朋友就是他说我说那个是没有问题的，好 OK， 他就天天上来敲门，也不把那个叫过来，那后来就。到后来就伊无甲家己的迄个老师甲叫来就行，不敢叫过来。好了，那就开始去说，哎，你那个他们那个什么公用电啊，什么他们招牌用到公用电啊，什么就这样子一直在管委会那，那管委会就来查一查，没有啊，他们用他们自己的电啊，因为那个通往楼梯间的电是公用电，但是他们的楼梯间他并没有去弄到公用电，啊，就常常这样子啊，结果后来。好像没多久，他生意又回来了，所以也没什么问题。那根本就不是因为他的招牌去影响到他。所以我感觉讲吼，你若是真正你家己有困扰，然后希望人家拆招牌，你嘛都要态度足好诶，对不对？你要来拜托，就是自己的困境讲出来，看愿意可不可以帮，请你配合。對對對啊，你讲有人可以，去那个啥门卡口有这个别人是厝边是装迄个凹凸镜嘛？哦，对，那个是。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公益上去啊，那公益上去不是都很门对门嘛，那个可能那一家不晓得是常常听老师讲说什么门对门会伤害到他会怎么样，或是他们的宗教信仰不知道，他就去看这个凹凸镜，就是那个凹凸镜大家知道吗？就是那个那个咱这个凸透镜那款，凸透镜对，就是凸出去那种的，咱那靠哎我都买不弄，可以看到后面就放大那种的，他就掉在那边。结果他掉过去，掉上去以后，就是他们门口掉几个凹，这个凸镜以后，对面这一家，哎，很奇怪，真的哦，没多久哦，不到一个月，他们家出事了，那出了很大的事，当然他就会跟对方讲说，请你把那个凸镜拿下来，那个对方他就不愿意拿下来，啊，不愿意拿下来，那怎么办？他说，就来找我说，那，啊，怎么办？那个凸镜这样子啊，我们家出事，那有没有办法可以预防这个凸镜？我说你去跟他再拜托。他说我已经拜托他好多次了，但是就是大家面对，就是没办法说不通。那我说好，那我给你一张符，你就放在一张符好了。结果那个符放上去哈，不到一个月了。请假不到一个月，对方就来找他说：“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全部大家拿下来。一起拿下来。对，就是表示说他们家，因为那个我那张符是什么？没有什么不好的符，我那张符只是把那个凹、那个凸镜的那个黄色力量还回去而已。我只是把你们还回去，我没有说什么。是，好。那有时候我们真的会碰到恶邻居。高雄都就有一对退休的夫妇，动不动就要对邻居跟管委会提告，好，艳丽是不是这？对，其实这个事发生在去年的事情，而且这个事情其实呢，还后来媒体有热烈讨论，因为呢，一般如果说我们真的遇到恶邻居的话，我们顶多是私下讨论，可这对夫妻呢，学历很高，那都是退休的这个公教人员，那小孩子呢都在国外念书，感觉上应该是蛮知书达理的，可是呢，后来经过管委会开会讨论认定。
这对夫妻，因为他们这个社区有400多户，然后管委会开会认定哦，票数高达100多票，大家呢，大家开会就是投票之后呢，决定说他们就是恶邻居，然后因此呢，公告在管委会，公告在社区大楼里头，就告诉大家说，这对夫妻就是典型的恶邻居，以后呢，其他的邻居呢，其他的住户，你们有事没事不要去招惹到他们，以免被告。那他这对夫妻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会让管委会开会决定公告他是恶邻居呢？包括说，比如说保全，哈，可能有时候就是比较累一点，稍微打个瞌睡，那这对夫妻看到了不开心，就去投诉。那投诉呢？那当然可能保全先生就会有点解释嘛。可是这对夫妻不满意，甚至呢就是去打官司，可能呢希望公司把这个保全给他这个fire掉，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处理方式。又比如说他可能觉得管委会呢做事不力，那他又呢去告这个管委会说，哎，你们其实可以更专业，诸如此类的。还有有人呢，其他的住户、其他的邻居在中庭修金座，难免要拜拜嘛，修金座。那这对夫妻就觉得，哇，好脏哦，你们一点都不环保。那又去告这个邻居，而且到后来他们都直接告啊，就根本就不沟通了。哦、所以长期下来，这对夫妻在那个社区不告邻居，然后告管委会，总共告了100多次，大家就觉得说是怎样，彼此不是有什么小事可以互相讨论吗？为什么动不动就要告呢？ 对，这个其实是啊，刚刚啊这个艳丽讲的哈，他这里有一个啊社区管委会，以他们公告哈，公告设立恶邻居警示牌，警告全体住户的好邻居，请勿靠近这一户，好，那也不要在该处附近嬉戏或大声聊天，以免发生争吵或被告。哦、那他说这一对夫妇自搬到本社区居住开始，就经常跟邻居吵架。2年多来，哦、他们夫妇啊检举控告本社区住户的好邻居，还有管委会，还有委员，还有主任委员跟管理公司人员的几十个人，总共告了超过100件。哦那这一对夫妇鱼肉社区的行为，鱼肉社区为本社区住户好邻居所不耻啊、哦，经由这个开所有权人会议专案讨论以后，以绝对多数通过决议，定名为恶邻居啊。那为了避免社区住户好邻居无端再被其控告，特立此牌警示，请各位好邻居切勿靠近。哎，我请教马律师，干部那干部界的权利也当阿里敢控啊？第一个哈，我觉得这个不以他刚刚他的行为，他不叫恶邻居，以他拍到底那样。恶邻居是有危害到危害哦，嗯，具体的危害啊，危害到邻居或者社区的什么的这样的一个重大行为。对，那刚刚他的犯罪行为就是比较喜欢跟人家心送，嗯，就是看人家不爽，他是看别人不爽而过度的反应，啊，或者是强烈的主张他的法律上权益。我想强烈主张，因为不是每个人看到芝麻绿豆大家都会去诉讼，你要有钱有闲，都请律师，还要打官司，还要跑法院，100多件，你光是开庭。我一个月接不到100件案件、啊、他开的庭期比我还多，对，都代表他很闲嘛。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对，所以可能退休没事干，然后到处检举，所以大家很头痛的原因是因为他都诉诸法律，嗯，造成大家的痛苦是痛苦。第一个劳神伤财，你还要花时间去，然后呢，因为进入司法程序，你又很难做，已经到司法程序了，你没有办法做调停人嘛。那加上越来越多件，他几乎已经没得调了，所以每一次就多一件。他可能告管委会，因为管委会可能会最多，因为他只要检举住户啊，保全不好，他就是第一个，他可以直接告保全。第二个，他说我跟主委，你要制止他，对，制止无效或者你没事我就告你。这个基础上，我在怀疑这种人大概告到法院去，如果法官给他不起诉，他会告检察官。哇，这种通常我都会，这个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种就是等着被告了。反正检察官会怕被告吗？有些检察官，发现这样的一个异常行为人，他已经习惯了。啊，当法官、检察官都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遇到特定的人，啊，他一看那个调出来的案号，因为我们每个人进入法院程序一调，那名字啪啪啪啪啪啪100件，啊，都是那芝麻绿豆上的。哎，你看这种人站在上法庭，大概都会有。讲话都会略带说啊，检察官你要秉公处理啊，你不处理的话，我就怀疑你们有勾结啦，你是跟什么哇？那个你也知道，这个法官判这个案件起来就很麻烦，啊，就是说一方面要秉公处理，又怕他自己就多一个案件出来，变成我被告，所以这个案件我觉得 OK， 但是这个公告原则上写的都 OK， 它只有两个字稍微怪怪的，鱼肉，鱼肉，对，鱼肉这两个字，那你说他
对于社区挑起上百件的诉讼，是不是属于鱼肉这种行为？我觉得有点认知上的瑕疵，因为今天法律上保障我们诉讼权利，这是合法形式，而不是鱼肉。你们鱼肉是就是人为盗，人暴，人为盗就是这个非法或者强制力或者强暴胁迫人家的这样的行为。那我用法律告你，是我胁迫你吗？对，宪法保障人民的诉讼权啊，我只是多告几件，你说我是鱼肉你吗？这是个问题。所以这两个是我在担心，可能又多一件嘛。对，多一件啊，对啊。讲到20G OK 吗？20G OK， 20G 是主观，但是鱼肉这两个是不是有点点客观的？你鱼肉两个就说人家有点一是肉，我是点个刀啊。对对对。啊不，我是肉，啊，伊是点个刀啊，那对了。好，来，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好，那接下来呢？啊，这个也是二邻居因为停车的问题，这个肃清啊就很了解了。来，麻烦你。我在讲那个二邻居之前，我先讲我朋友的悲惨遭遇好了。对。我图画很烂，大家见谅一下。我朋友呢，他住在一个比较小型的社区。那今年农历春节的时候呢，他要从台北返乡去过年。结果他呢，到了地下停车场的时候，发现一个这个状况，大家看不懂没有关系。这是一个空小空地，这是一个条啊，这是那个人停的车子，他的停车格本来就是这个方向，他停车格其实很深，他应该可以停进去到柱子里面去，可他偏偏露一半在外面。这我朋友的车子这边是死的，所以他出不去，完全出不去，然后就半辆停在他的出来的地方。然后他说，我说你多位也算足好的，你我看一个都有啊。我小时候，我要透过脑力去想。我小时候德智体群美五育，只有美育没有拿到奖状，不好意思。而且你看到，哦，他连车头这里这个看的眼睛盖这里，让我吓。然后呢，重点来了，不是，如果一般人看到这种情况，你想说，他是不是急有急事或干嘛，没有把他停进去，没有停好，所以第一件事是不是打电话找他？所以请管委会有没有办法联络上他，因为我们急着要返乡嘛，要开车回去，然后管委会联络他，就后来管委会回复我这个朋友说，他们说他们人不在新北市，也就是说温已经离开这个我们住的地方了，我没有办法处理这车子。对，这显然感觉一开始到这里还正常，然后这么倒霉，你车子乱停，停在我的停车位前面，你又刚好不在，结果住戏是什么呢？住戏呢，其实呢，我朋友想说怎么办，紧急先去采买一些东西。他去便利店的路上就遇到这个邻居。你不是不在新北市？对啊，出国吗？他就在他家楼下的便利店。他就是不下来移车。他就是不移车。那当面见到了，那我现在告诉你说，不好意思，我们赶着回家，你可不可以移车？总要来移了。总要来移。对。随便搭理两声就进去，不管你。他不移就是不移。然后呢，他们那些没有办法，因为他不处理，他问管理，他就坚定不移他的车子。为什么他可以不用移车呢？他们这一对这个人呢，他非常的有钱，所以他这是不知道他第二部车还是第三部车，他根本没有在用这辆车，所以他懒得移他。然后管委会也拿他没辙。然后呢，于是乎那个春节那个过年要除夕，他只好开。他等于说跟别人借车回宜兰啊，对啊，因为他不到一个人家也不算，没有办法，因为他问管委会说，我也不可能叫警察来拖他，因为这是在私人的地下室。然后他说，你刷不出来，那你如果叫人家拖掉，你还要保管他？然后他说，你现在只能告他。对，然后他说啊，而且你知道这不是第一次。他说他搬进去那里，在两三年的期间，他先生有时候明明外面下大雨，他都得骑摩托车出去为上班。为什么？因为车子出不来。就他这个事情不是第一次了，那他们也跟他沟通过很多次了，他死就是每次都要这样停。我要跟你讲的是，这个后面的车位还很深哦，但他就一定要露半个车头在人家前面。也当够个他可以退的。红机台出来嘛？是。啊，今麦这是引导有金刀案啊？可怜，我怀疑是因为他退的弄掉引导的金刀案啊？怀疑是这样，就死都不肯停哦。然后他说。不只是这件事，他说他每次看到他先生下大雨要骑摩托车去上班，他就非常的火大。对，然后另外一件事更扯，是大家有时候因为他可能在社区干了不好的勾当，不止这一件，社区其他人就很像那个事情一样，就是也是不爽他已久，所以有一天呢，他就不幸被人家这个
停车挡别人这个人，就不幸被人家告了他叫违建、嗯，因为有平时素行大家不是很讨喜嘛，就有人去说，就你知道他怎么报复吗？嗯，这个人去那个新工处投诉他们全社区哦、嗯，说他们所有全社区都有阳台外推违建，违建，而且是全部每一户都检举。玉石俱焚，玉石俱焚，要这样是不是？然后来，嗯、然后他就说、嗯、中戏啊，然后新工处就要检举，真的一家一家查，对啊，因为检举了、啊，因为检举了，就每一家都查，然后所有人都拿他没办法，因为他们是后亚郎，他们也不在意，这个是强制罪啊，告强制罪，对不对？可是强制他能抓去关吗？通常是一颗罚金啊，罚金，但是他如果累积一直告他，如果钱对他没有用的话，我是觉得两个方式是，当然管委会看起来是功效不彰啦、啊，嗯，哦，那么我就把车拖走嘛。你有钱我就拖走嘛，拖了我找个跟管委会沟通一下，有个地方可以放置就好了。看样子他是不用这台车，对，对不对？嗯，拖走嘛。弯刀杀带枪，嘿呀、啊，安诺被卢胜总差一台啊，拖啦，拖走。你那上车人卖什么讲？嘿呀、啊，我车我就是有车位，啊、哦，我就是这台车要甲下安嘞。就是很扯啊。像这种情形是属于公社，公社的使用、嗯、基本上管委会如果没办法处理的话，是他有怠惰。嗯、那我的做法，我会觉得说，既然你让他，你看那个图，对，他就他是凸出来，对不对？对，找拖吊车拖出去以后，对吧？只要他再进来，你就停在他前面门口等，你就站在公共车道上面去，我也站。换他站，停不进来，换我挡你，我甚至会挡到别人，哦、因为我再往前推，你就往前推，对，我就停在往前，再停站前面，以后我回来停在上边，我里面把它放空，哎，管委会你处理我嘛、嗯？你处理不了他，你处理我吗？哎。逼管委会处理他，对，这管委会有怠惰的问题。嗯、是啊，管委会说啊，你五级我不好处理，那没关系。那既然社区管委会是无法处理的，嗯，我就停在社区大门口嘛。嗯，了解。对你一样处理我跟处理他是一样的标准哦、嗯。你怎么处理我？可是我现在车开不出来啊。对，不是我说就拖第一次拖出来，先去一定要先拖走了。拖出来以后呢，再把他拉回去没关系，然后你就开出去了。嗯、你又回来呢，管委会你要给我个交代嘛，嗯、我就停管委会前面。哦，所以这股嘛不是很好。不是我的看法是，你不能够让管委会好像觉得啊，你一定得逮起，我帮你处理、嗯。一个社区本来就需要管委会强势介入这个这个事情，而不是留给住户你们告跟我无关呐、啊。对 对, 對，这是公社，嗯，哦，公共区域，如果这样子可以挡的话，我每个车道我就停在车道前面就好了。对，嗯，啊，那车道让你们所有住户去告这个人家，我管委会跟我无关。嗯，哎、欸，那我人家傲大哈。真的，而且你看最离谱是还假装自己不在，对，然后被抓个正着也可以相应不理。他这样到底他在爽什么啊？到别人不爽，然后他自己很爽这样。就是自私啊，嗯、啊就是自私。后来，就像这个，我们如果国委会还不能处理，就只好施出大钉耙、九齿钉耙、嗯，这个也是很妙。这个纠纷的一开始呢，其实是。这次新闻有爆出来，就说这个人就说：“哎、欸，你怎么可以这么离谱？”这个人呢，他在他车位的旁边呢放了一个这个，这不是哦，这是三个小铁架，然后中间这一层呢是保利龙，保利龙外面就插满了钉子。那这个于是银色车子的车子说：“你这样子害我每次开门出来的时候，我一不小心就会刮到了，所以要求他呢，你应该把这个撤除掉。”那黑色车主说：“怪了，你知道我为什么放这个吗？你有两个处理方法。”第一个方法，你只要倒车入库，你出来的时候你就不会刮到钉子啦、啊，是不是？ Oh. 第二个方法，你以为我为什么要放钉？因为他不用在这边进，对你不用这边进出啊，你不会担心呢？你停过去一点，旁边明明隔线还很宽，你硬要靠我这么近干嘛、嗯？而且你可以倒着停啊，你倒车入库跟我一样，你根本不会从这面下来嘛、嗯。而且我为什么这么干？是因为你以前都这么做。他说，因为他的停很近之外呢，他们都把摩托车。你都把你的什么摩托车、脚踏车给我暂停，然后害他呢要出来的时候完全门打不开啊！他是一开始这样做是为了保障自己，至少车回去之后可以打开门，因为这里有个稍微有一个距离，然后这个时候上面这个还很轻，他可以推开来。可是没想到他这样做之后，他为了报复他，把他贴更紧，他又更出不来，所以他决定说：好，你贴更紧，是不是放钉子看你能不能贴？嗯嗯。所以于是乎，最后的那个新闻报道出来就是这个模样，就整钉啊，就钉啊，大概看上个厉害啊。所以接下来我觉得他应该会把自己这一面也放了钉子，或者在下面放钉吧，钉子。嗯，那个马律师，第一个就是说我在我的车位，然后放这个钉子，这样子有没有什么？这我车位里面哦，会影响到别人。我跟你说，撇开来是，我觉得当然我们是讨论这两个车主啊，管委会在这个上面有没有责任？停车位上面本来就不可以放置非停车以外的东西。哦，这管委会的责任，你不可以放爆裂物啊、嗯？你可以放什么汽油桶在那边吗？不是不是，因为有人把它当仓库、欸。对啊，错，真的放东西啊。我认为管委会要尽这个责任。哎，好、哦，你这个不是私人储存储藏室。哎，好、哦，以后发生易燃物，
万一烧起来，谁负责？当然管委会也要负责任，因为你平常连带赔偿责任是管委会，因为大工的管理是管委会要负责任，所以管委会必须要尽一个责任，说基本上你要先清除停车位上面非停车使用的物品，这是要清。那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我看过迄作些停车位吼，迄规个拢总是因兜的什么去，迄个啥？谁？反正上面四辆，无用格四辆结构拢黑，拢黑啦。那是储藏室啊，储藏室用不到的东西啊，不行啊，不行不行。出事不是没出事的，出事以后谁的责任？管委会铁定有一个责任，管理疏失的责任。就像外墙一样啊，外墙玻璃砖掉下来，你说是？哦，这个有趣。好，所以他基本上他是不能放，不能放。对，但是等一下继续谈，好不好？来，先休息，进广告来。其实吼，我干嘛讲哦，人拢唔免闹个安尼啦。嗯，哦，就说啊，我都爱下这个，哦，因为你吼，搞我的，你啥，你下伊的下伊的，我都买，我都买个卡拉车，害我们都很难开。嗯，啊后啊，归期啊，我总要放这个架子，对不对？对，他其实还不错，他还放海绵呢。丢啊，就怕说对方伤到，对不对？柳公，你只要小心一点就不会伤到了。我都在我这一面哦。嗯，结果安尼料。啊，都反正大家互不相让，然后他又放铁钉哦。你我干嘛讲？就是说，你那两个人邻居都要互相稍微对啊，哄讲一点嘛，不要紧啦，就各让一步啦，各让一步嘛，哈。所以他不能放这个，所以这个变主为车主是不对的。通常对，我会认为在这个使用目的范围是不能放这个的。嗯，那这那你不那我也不可以，你除非管委会把它清掉。那现在如果他坚持放，管委会功效又不彰的话，那怎么办？嗯，那隔壁的人如果因此受伤，车子毁损，他一样要赔。为什么？你不能说我物件放我家，你自己来围啊？不行，所有的土地的上空及地下，就是土地所有权的这个范围内，包含地下，都要合理让对方使用通过，包含电线、水管。那你说我这个东西，我开门，你一定要让我通过？为什么？你要留这个空间让我通过，你不可以主张说。从这条线开始，这样上去，你都不能过来哦。那、啊、你倒车入库就不会弄到了。不能这样主张，所以他这样子不准他使用。而且你不能去要求人家倒车入库了，对、对不对、啊？我要什么方式？那我的习惯啊，对不对？对，你不能要求我回到家的时候要倒退入几米啊？对，那所以如果这样造成的结果，哦，我们这个宾士车车主不可以说是你自己来碰我的钉子，我都不用赔。我觉得是会有问题，因为基本上你已经是妨碍他的使用，那个你的土地范围内的上空必须借由人家合法通过使用，就像飞机飞过我家土地，哎，要下来不可以经过哦。还是我第一啦，我干嘛讲出殡大概好卖？第五人先亏清啊，那个一定恶性循环都尬起。只是刚刚提到那些住户一开始纠纷。如果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送一个礼盒过去，我觉得会差很多。就是就对，没错。纵然你觉得你受气了，我觉得那个刹那，我觉得邻居啊，你想你收到人家礼盒会怎么样？没错。除非真的是刚刚我提到那告一百多件的，我不晓得他收过礼盒没有。我还讲我礼盒你也上赏啦，你不能上个贵机哎，那就更惨了。有诚意好好讲。对，我觉得有对，我其实也有当过那个社区的保全，然后其实，在当那个过程中，其实也体会蛮多事情的。我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一直跟自己讲，以后我的小孩我一定要好好教育，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很多父母都过度溺于小孩这件事情。那因为我在那时候都在那里站保全，然后。小孩子叫我看门狗，然后另外一个同学问他说：“你怎么这样叫人家看门狗？”他说：“我爸妈都这样叫啊，没礼貌。”对，叫管理员看门狗、啊、非常难听。那这些小朋友呢，有时候可能爸妈双薪家庭，白天都不在家，然后小朋友礼拜三上半天，他们就会在中庭玩啊，跑跳啊，跟同学、跟社区里面小朋友在那里玩，可能破坏里面的花草树木，跑到水池里面。都是常有的事情，这样。然后我们如果去跟那些住户反映说，哎，今天你的小孩可能怎么样，他们其实都会很生气。我的小孩没有错，那是你们自己没有跟他讲好，还是怎么样的？他如果掉到那里玩水跌倒，你们也要给我负责。他就是摆明了就是这个样子。然后那时候印象有一次非常深刻的是，我已经受够这一户这个小朋友，真的就 get 啦，真的就 get 啊，劝导也没有办法这样。
有一天下午，我就在那个管理室，然后就有楼上对讲机打下来，哎，失火了，赶快叫那个消防车这样。然后我就想说，警铃也没有响，哪来的失火？我说，可是住户都打下来了，我就说好，我就赶快打电话叫那个消防车跟那个救护车，我说可不可以，对，赶快可不可以那个消防车跟救护车都过来？消防车问我说在几楼？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还要再查一下，那可不可以先派这样？然后呢，我电话一挂掉之后，他有 A B C D 栋 ，A B 栋每个人都开始慢慢打，哎、欸，失火了，是哪里失火？怎么样的？警铃就没有响，我也无从找起啊。后来我就赶快广播 A B 栋的住户，麻烦赶快先到一楼中庭集合，因为有发生火灾，现在还在查在哪一层楼。好，救护车、消防车全部来，中庭也全部都是人了。然后这时候他们就问我哪里失火，我就赶快上去查，根本也没有烟味，也没有警报器有响，哎，神奇了！我就说那你们怎么知道哪里失火？他说有啊，后来我去调摄影机来看，小朋友跑到十二楼，从十二楼慢慢往下跑。边跑边喊会修除哦，会修除哦，会修除哦，所以根本没失火，根本没有失火，他们就是在玩，剩下伯米亚喝剩啊，那他看你在那里忙，他觉得很有趣啊，所以我体会到一句话，桥啊，咱古早一句话啦，桥啊无加无成长。哎，无加无成，一张一张嘛。囡仔无讲无成人，所以有时候还是要修理一下。所以你有该讲无？我是无讲，哎，大人阿盖我囡仔我袂讲啊。对，你这个违反那个死因他们那个人本教育基金，人本教育基金会，不是，就是说要教了，要教了，不是说要打了。你该教，你讲你现在再爬上去十二楼，就十次说没有失火，没有失火，没有失火，没有失火。机会教育，因为哈、哦、那个小孩子如果会教保全叫看门狗，那就是教育非常非常非常失败，因为他是来帮你们的，对不对？然后来服务的，你没有帮，你没有尊敬他，没有称赞他，你还说他是看门狗，他叫门神，不是？那看门狗是谁教他的？应该是爸妈，所以爸妈应该受到谴责，还有再教育啊，真的是很糟。